Oh, please, I rip your coat. I rip your coat. I want to open the door. I need some fresh air, okay? So if you feel cold, you can come here, okay? Sit here, okay? Yeah. 我现在可以用中文讲吗？中文讲你们听得懂吗？应该。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两种类型的实验。第一类实验我们称为是古典概型。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我这里有一个随机试验一，它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试验样本，它的这个集合里面啊，只有有限个样本点。我们不妨设为只有 n 个，啊，这个时候就是罗密伽一、罗密伽二、罗密伽 n， 对吧 ？n 是有限的。好，第二个，每一个样本点它发生的这个。它发生的这个概率啊，都是相等的，都是相等的。它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罗密伽一构成的这个基本实践，它的概率跟罗密伽二构成的这个基本实践的概率，跟罗密伽 n 构成的这个是基本实践的这个概率啊，它都是相等的。好，如果一个随机试验它满足这两条性质，这个时候我就称。这个试验它是一个古典概型，或称为是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概型。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典概型的定义。第一个，它里面样本空间里面所含的这个样本点是什么？是有限个 ，finite， OK， 有限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每一个样本点发生都什么呢？都是等可能的。如果一个试验满足这两个性质，我们就称为什么呢？是一个古典概型。这个英文的话就是 classic 经典的 classic probability model。好，这个古典概型，如果你用这个英文的话，就是 classic probability model。Okay。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古典概型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好，我们开始说了，就是说每一个基本事件它发生的概率都什么呢？都是等可能的，等可能的，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假设什么呢？假设每一个基本事件发生的概率都是 a， 那这个时候由我们这个古典概型它的第二个性质，那这个时候我这个每一个基本事件它发生的概率是什么？都等于 a， 都等于 a， 对吧？
好，有基本事件，我们这些基本事件都什么呢？都是，是吧？都是互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它们的交是等于什么？等于空集 empty set，right？因为这些基本事件啊，它们都什么呢？都是 disjoint。都 destroyed，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这些基本事件的 bin，对吧？OK，sorry，here、okay, make mistake，here is a sum，here is a sum。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基本事件是互不相容的，disjoint，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有概率的有限可加性。有概率的有限可加性，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这些 bin 事件的概率就应该等于什么？等于我这些事件的概率的什么？概率的和，对吧？The sum of them, right? Is there any question? 事件，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些事件的这些事件的这个 bin 的概率，对吧？就等于什么？等于它们概率的和嘛。这是两两互不相容嘛，也就是什么呢？等于任意的 i 不等于 j，我都有 a i 加上 aj 什么等于空集，对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互不相容的这个定义嘛，对吧？所以，对不对？所以由这个性质，我们刚才说过了啊。由这个性质，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啊，因为我这个是基本事件，对吧？基本事件是什么呢？是互不相容的，对吧？基本事件是什么？互不相容的，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概率的有限可加性，我就会有什么？这一部分等于什么呢？这个概率什么？等于这个概率啊，这是大写的，等于这个概率。好，我们知道，你把所有的这个基本事件并到一起，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样本空间了？是不是？我们前面已经什么假设这个样本空间什么呢？我们假设这个样本空间是由什么？这 n 个元素构成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样本空间它的概率什么？是等于一，对吧？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会有。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啊，我已经假设了对于所有的，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这个基本事件的概率什么都是 a，对吧？对不对？所以这里应该什么呢？你把这个加起来就什么是 n 个 a，对吧？对不对？每一个是 a 嘛，这里有多少个啊？n 个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 n 乘上 a。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这个 a，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等于一比上什么？一比上 n，对吧？所以对于这个基本事件来说，实际上这个 a 就等于什么呢？这个概率就应该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n 分之一，就等于 n 分之一。OK，OK。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你可以发现什么呢？如果这个样本空间它的样本点的个数是 n 个，那这个时候这个基本事件它的概率叫什么呢？就是
一比上我们这个样本空间它的样本点个数。对吧，比上样本点个数。好，这是第一个结论。好，第二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我这里有一个事件，我这里有一个事件，它包含 K 个基本事件，也就是说我有一个事件，它是由 K 个基本事件构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求这个事件 A 它发生的概率，那这个时候 PA 它应该等于多少，是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好了，这时候的话，我不妨假设，我不妨假设这个 A 呀、啊，它里面含有什么呢？含有 K 个元素。我假设这 K 个元素可以什么呢？把它给写出来，对吧？这个时候我假设是什么呢？罗密卡 I1 罗密卡 I2 罗密卡 IK， 这是 K 个元素，对吧？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什么呢？这个时候我就会有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等于什么呢？等于 K 比上 N。这个很简单吧，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A 它等于什么呢？它等于这些 Omega I 这些事件的 bin， 对吧？是不是？好，我们说过基本事件是互不相容的吧，所以它就等于什么呢？它的概率等于什么？等于它们的每一个基本事件的我这地方用 IJ 吧， J 从1到 K 啊，对吧，对不对？好，每一基本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们一算等于什么？等于1比上 N 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K 比上 N。这个概率是什么？这个概率我们已经算了，是等于什么 ？E B N 的，对吧 ？OK， 好，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等概率模型，那这个时候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A 中所含的样本点的个数比上什么呢？比上我们这个样本空间所含的这个样本点的个数，对吧？好，这两个结论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结论给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结论，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好，知道了这两个结论，我们可以来做一些例题啊，做一些例题。好，来看一下这个例题一，我假设将一枚这个硬币啊，我抛三次。This is coin tosses。Do you know coin? A coin has a side of head and a side of tail. Alright? Do you know coin? Okay. We are sure, 我们假设这个世界 A1 它是什么呢？恰有一次出现正面。Let me just say this result, 恰有一次。Okay, only one.Only one time appear head, okay. And 事件二它表什么呢？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At least appear one time of head, alright. 好，现在你求什么呢？求这个事件 A 一跟事件 A 二发生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概率。好，根据上一节的计划，那就知道我这个压的这个样本空间，就是所有出现的情况嘛。你三次的话，你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对吧？三倍 H， 也就是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都什么？都是正面，对吧？这是第一个试验结果，对吧？第一种试验结果，这个呢是正面、正面、反面，对吧？这是第二种试验结果，对吧？所以你把所有的写出来应该是什么？
有八种试验结果，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样本空间里面它应该是含有什么呢？含有有限个元素，对吧？并且由对称性知识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基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都什么呢？都应该什么是相同的吧？也就是说它发生的可能性跟它发生的可能性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相等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看成什么？看成是一个古典概型，对吧？古典概型。好，它是古典概型，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结果发生的概率应该是等于什么呢？等于八分之一，对吧？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时候恰好有一次出现正面，恰好有一次出现正面的时候，我这个样本点会是什么呢？这个集合里面所含的样本点应该是什么呢？这个 A1 实际上它就应该是什么呢？恰好有一次出现正面，这个时候只有可能是什么？这个集型对吧？这个集型吧，对吧？是不是？所以 A 的话应该什么呢？应该是 HTT 对吧？ THT 对吧？ TTH 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算 AE 的概率等于什么呢？等于 AE 所含的样本点的个数比上什么总的样本点的个数，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PAE 等于什么呢？等于3比乘8，对吧？对 OK。 好，这是第一个。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就是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那这个时候很显然你这个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的话，那这个时候所有的情况就应该什么呢？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嘛，这个是的吧？对吧？这个也是，对吧？这个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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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A2 它所含的样本点的个数应该是有7个，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 A2 发生的概率等于什么？等于七比上什么？七比上八。OK， 好，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例题啊。好，你们有没有学过排列组合？排列组合你们学过没有？好，这个学过没有？这个符号你们学过没有 ？CNK， 学过没有？好 ，CNK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从 n 个里面选任意的选出 k 个，我看有多少种组合，有多少种情况。OK， 就说我从 n 个里面，从 n 个里面，我选取K 个的所有组合数，所有组合的个数，所有组合的个数。举个例子啊，假设我这里有一个集合，它里面有三个元素，这个时候假设是 A、B、C， 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要从这个三个里面随机的选取任意的选取两个。那这个时候我看它一共有多少种组合的个数，有多少种啊？这个时候应该什么呢？就什么？就 C32 吧，对吧？是不是 C32？ 从三个里面任意的选两个嘛，我看它一共有多少种组合数嘛，对吧？好，这个时候你看一看啊，实际上我这个所有的组合数会有多少呢？所有组合 A、B 这是一种，对吧？
BA 跟 AB 是一样的，对吧？对吧？好，然后 AC 是不是一种啊？是不是？还有一种什么呢 ？BC 对吧 ？BC 好，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还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东西等于什么呢？等于3的阶乘比上2的阶乘，然后再比上什么呢？比上3减2的阶乘。这个是不是算出来等于3吧？这个算出来是不是等于 3？ 我这里是不是有3种组合？3种吧？这个算出来是不是也等于3呢？是不是也等于 3？ 好，这个是我们 CNK 的含义啊，这是一个例子，对吧？好，在我们的计算当中，你可以证明什么呢？这个 CNK 它等于什么呢？等于 n 的阶乘比上K 的阶乘比上 n 减 k 的阶乘。你们学有没有学过这个阶乘的意思啊？阶乘学过没有？阶乘，举个例子，4的阶乘，学过这个符号没有？Have you studied this symbol? This is equal to 4 multiply 3 multiply 2 multiply 1.Alright? OK, 好，我这里是有一个 CNK 啊，有个 CNK，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就是什么呢？从这个 n 个里面，我任意选取 k 个，它的所有可能的组合的个数。OK， 从 n 个选取 k 个，它的所有可能的。组合的个数 ，OK， 好，知道 CNK 这个符号，下面我们可以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下面的一个例题。假设我这个有一批产品，它当中有60个一等品，40个二等品，它要你抽取3次，它要你求什么呢？求抽得。就是你抽完3次以后啊，求抽得2个一等品1个二等品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Are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听清楚这个问题没有？就说我抽从这个100个球里面100个产品里面我抽什么呢？抽3个产品，他要你求抽得这3个产品呢当中有2个一等品1个二等品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OK，好，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这个抽球的，我们知道啊，你抽产品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抽完以后把这个什么呢放回去，这种方式我们称为是有放回的这样的一个抽取。OK， 还有一种什么呢？我抽完以后，我就把它丢到一边了，我就不管它了，我再从什么剩下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抽，这种方式我们称为什么呢？称为是无放回的。OK， 所以我们分两个情况，一种是什么呢？是有放回的，就是说你抽完一个从箱子里面抽完一个产品以后，我又把这个箱子什么又放回去。OK， 好，我们来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啊，第一个、二种情况实际上是类似的，第二种情况是类似的 ，similarly，all right， 好，我占60个一等品啊，我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编号，我做一个编号 ，remark。OK， 我 mark every product with a number。OK， any question？ 有问题吗？没有是吧？好，我把60个什么呢？我将60个一等品，我编号成1到60 ，OK。然后我将40个二等品，我编号成61到100 ，OK。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记3次抽出的这个灯泡的编号为一个有序的一个向量，
有序的一个向量。Do you understand vectors of three dimension? Have you studied 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你们学了没有？学了吗？学完了没有？你看啊，平面上的一个点，我们用什么？用 x 跟 y 来表示，这是一个二维的，对吧？三维的呢，我们用什么呢 ？x、y、z， 这个你可以看什么？看的是空间的一个点，对吧？这个是三维向量。好，我用这个三维向量表示什么呢？表示我抽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编号。这个 x 表示什么呢？表示我第一次抽取的这个产品的编号。OK。y 呢表示第二次抽取这个产品的编号 ，z 表示第三次抽取这个产品的这个编号。OK。好，所以这个时候我抽取的所有的可。那这个时候抽取的所有可能的结果的个数有多少个啊？是不是100乘上100乘上100呀？是不是？我抽三次，这个时候我抽完，那这个时候 x 它可能的取值有多少种啊？你第一次从100个产品里面去抽，这个时候我 x 取值应该是什么？我从100个产品里面抽三个，就是有半回的抽取三次，那这个时候我这个样本空间会是什么东西啊？会什么东西？我这个样本空间会什么东西啊？我这个样本空间是不是就是 x y z 啊？这个是我抽取的结果，对吧？对。是不是？这个 x 取值是多少呢？ x 是不是从1到100中间取啊？因为我做了编号啊，编号我所有的球是1到60、61到100呀，对不对？对吧？所以我第一次抽取的可能性是多少种啊？我100个球，我第一次从里面去抽，这个时候这个抽的可能性可能是1号球，可能是2号球，可能是100号球吧，对不对？所以 x 它的取值应该什么呢？是从1到什么？到100吧，是不是？是不是？好 ，y 呢 ？y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我抽完以后，我把它放回去了，是不是？我这个盒子里面还是有100个产品啊？对不对？我是不是还是有100个产品啊？那这个时候，我第二次抽取这个结果是用 y 表示的，对吧？那这个时候 y 它的取值范围是不是也是1到100啊？对不对 ？z 呢？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抽三次球，这个时候我所有可能的试验结果的个数会有多少个？是不是就是100乘100乘100啊？对，是不是？对吧？举个例子，我可以是10、100吧，这是第一种可能吧？也可以什么呢？29，对吧？99，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个 x 它可能什么呢？它可能从1取到100，对吧？对吧？然后 y 呢也可以从什么1取到100吧，对吧？ z 呢也是一样的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所有可能的结果放在一起就应该有多少个呢？就应该有100乘上100乘上100个，对吧？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是我们所有可能的试验结果吧，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 A， 事件 A 包含的个数会是多少呢？事件 A，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大家看啊，事件 A 它是要抽得2个一等品，对吧？1个二等品，对吧？对不对？对。那这个时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在这三个位置里面要选出2个位置，对吧？对不对？
从三个位置里面选出两个位置放什么呢？放一等品，对吧？另外一个位置放什么？另外一个位置放什么？放一等品吧，对吧？对不对？放二等品，放二等品，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这个时候我要从这三个位置里面选出两个位置，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什么呢 ？C3R 吧，对不对？有多少种可能性啊 ？C3R 种，对吧？对吧？然后再从什么选定的两个位置上面去放什么？放一等品，对吧？然后另外一个位置什么？放二等品，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选位置的可能性是有 C3R 种，对吧？对吧？好，一旦我这个位置选定以后，假设我这个位置选的是这个，这两个放一等品，对吧？这一个什么呢？放二等品，可以吧？对，可以吧？好，这两个放一等品啊，这一个放呢放二等品。那这个时候我们看有多少种可能性啊？有多少种可能性？那也相当于什么呢？我这个时候，我这个 x 的取值范围会是什么东西啊？X 它应该是从什么？从一到六十号球里面，一到六十号产品里面去选吧，对吧？是不是？从这里面去选，对吧 ？Y 呢？这个也是放一等品，对吧？它也应该什么呢？一到六十号里面去选吧，对吧 ？Z 呢？它应该是什么？从六十一到什么？一百，对吧？这个对不对？这个里面去选啊。对不对？因为我二等品我编号什么是六十一到一百嘛，对不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那这个时候一旦这两个位置选定了，这个时候我所有可能的试验结果会有多少种啊？是不是就是六十乘上六十乘上什么四十啊？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 A 当然了，我是说如果你选定这两个位置，对吧？放一等品，这个时候会有这么多种，对吧？如果你选定这两个呢，也是一样的，对吧？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所有可能的位置什么是 C3R， 对吧？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 A 它所有的试验，所有的可能的结果什么呢？我先把这两个位置选定，对吧？选定以后再看什么？再看放一等品它有多少种可能性，对吧？放二等品有多少种可能性，对吧？把它合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就会有这么多种可能性吧。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你所有可能性什么呢？我先把这个位置选定，看有多少种选取位置的方式，对吧？然后再选定这个位置以后，我再来确定什么有多少种方式。OK，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 A 所有可能的这个结果的个数就应该有这么多个，对吧？对不对？好，所以由我们这个古典概型的这个关于事件发生的概率的定义，对吧？那这个时候事件 A。它发生的，好，我假设我还没有定义事件 A 是吧？好，这个时候我假设这个 A 它就表示什么呢？这个事件 A 它就是表示这个东西啊。事件 A 是表示什么呢？抽三次，抽得两个一等品，一个二等品，这样的一个事件 ，OK。OK， 所以这个时候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就应该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事件 A 所含着样本点的个数比上我们什么样本空间所含的这个个数吧，对吧？好，这个样本空间我们可以写出来啊。这里的样本空间假设是罗密欧一，它就是 x y z x y z 大于等于零，小于等于什么？一百，对吧？好，这个是有范围的啊，有范围的，没有范围的呢？没有范围类似，没有范围的那个时候，第一次抽这个可能性有多少种啊？一百，对吧？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x 它的取值什么呢 ？x 它的个数应该是什么呢？它什么呢？它是一到一百，对吧？好 ，y 呢？你第一次抽完以后，这个产品就没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y 它应该什么呢？它应该是一到一百，然后再什么？再
把这个 x 把它给丢掉吧，对，对吧？所以它的可能性什么呢？它就应该什么呢？99种，对吧？是吧？这呢，这是第三次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产品里面剩下的什么？只有98个了，对吧？对，是不是？因为你抽完了你就丢开了，我没放回来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 z 它就应该可能所有可能性就什么呢？就是98，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对于这个样本空间来说，它所有的可能的试验结果就是100乘上99乘上什么？98，对吧？好，事件 A 呢？事件 A 也是类似的，对吧？事件 A 就是类似的，这个地方稍微不同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你把这假设这两个位置确定呢，放一等品，这个时候。x 它的取值的可能性就是1到60，对吧？对不对？好，你再在第二个位置上面取一等品，这个时候我就只剩下了什么？59个产品的吧？59个一等品的吧？因为我抽完，因为我抽完以后就开了嘛，对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呢？60乘上59。好，二等品呢？二等品是一样的。还是从61号到100号这个球里面去抽 ，OK。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例题啊，第二个例题。好，后面还有一些题目，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二类试验啊。第二类试验我们称为什么呢？称为几何概型。好，几何概型的。定义是这样的，假设我有一个随机试验一，它满足下面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样本空间罗米伽，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几何区域，几何区域。然后这个区域的大小呢，是可以什么呢？是可以计量的，可以计量的。举个例子啊，如果这个举个例子，这个区域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一个圆，对吧？对吧？对，有可能是一个圆。那这个时候，这个圆它的这个面积什么呢？是可以什么呢？是可以计量的，对吧？对吧？我用面积来计量它，对吧？如果是一个线段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什么呢？用长度来计量它，对吧？对不对？好，并且我们把这个样本空间它的这个计量我记成什么呢？用这个 m 来表示。好，m 来表示啊。好，那这个时候你看啊，如果这个几何区域是几何区域是一个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什么呢？这个 m 实际上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圆它的什么面积，对吧？是不是？如果我这个几何区域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正方体，对吧？对吧？这个时候我可以用什么呢？我就可以用体积来什么？来计量它，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 m 它就取什么呢？它就取这个体积 ，OK。如果是长度，如果是一个线段呢？这个时候 m 就是取什么？长度 ，OK。好，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就是说我这个样本空间是一个几何区域，并且这个几何区域什么呢？是可以去计量的。当然了，还需要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什么呢？小于正负穷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必须什么呢？是一个有限的区域。OK。
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啊。好，第二个，如果你像这个几个区域里面啊，任意投资一个点，那这个时候落在这个区域内任意一点都什么呢？都是等可能的，都是等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加了什么呢？等可能加了什么呢？加了引号，加了引号。啊，也就是说，如果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几何区域，对吧？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区域画大一点，假设我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对吧？那这个时候，我把这个横笔啊往这里面抛一下，这个时候会蹦，这里会有个点，对吧？对，对不对？这里会有个点，对吧？对不对？然后我再抛一下，哦，这里又有个点，对吧？对不对？这里又有一个点，画到这里吧，你看得到。对，我假设这里是一个圆，对吧？这个时候我往这里丢，这个时候这里会有个点，对吧？对不对？我再往这里丢一下呢，这个时候我这里还会有一个点，对吧？对不对？也就是说，我往这个圆里面丢粉笔，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粉笔击中这一点的可能性，跟击中这一点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OK， 啊，当然也可能什么，也可能是击中这一点，也可能是这一点，也可以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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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有可能，对吧？对不对？但是击中这里面每一个点的可能性都是什么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OK， 好，如果一个模型它满足这两条性质，这个时候我就称这个模型，这个时候我就称。不是模型的啊，称这个试验一，随机试验一，它就为什么呢？它就为几何概型。它英文名是 geometric。probability。mode， OK， 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那个射击试验是不是就是一个几何概型？是的，是不是？我这里有一个靶，对吧？对吧？我这里有一个靶，对吧？这个是我们射击的区域，对吧？对不对？这是一面墙，对吧？那这个射手实际上，这个射手击中这里面所有的点的可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样本空间就是我这个墙吧，就是 wall， 对吧？就是我这个墙，对吧？好，这个靶呢？这个靶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圆，对吧？就是一个圆。好，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要算我击中这个射手啊，击中这个靶它的概率。对不对？就是说我会让你算这个射手他在射击的时候没有脱靶的这个概率，对吧？也就是说击中这个靶子的概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要击中什么呢？要击中这个区域里面的点，对吧？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假设这里有一个事件 A， 它表示什么呢？表示我这个射手击中靶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OK，The event will shoot this area. Okay, this is the target. All right.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求呢？好，我们因为它击中这里面所有点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它就应该等于这个事件 A 它的度量比上什么呢？比上我这个样本空间的度量。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论，结论就是什么呢？好，如果试验一它是向这个区域内任意的取点，这个时候事件 A 发生，事件 A 对应于什么呢？这个点落在这个 D 内的某个区域 A。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呢？这个时候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我们这个事件 A 的度量比上
我们这个样本空间的什么呢？样本空间的度量。OK。OK， 如果试验一，如果试验一是向这个区域里面任意的取一个点，任意的取一个点，或者说是你投这个盆饼，对吧？投到这个区域里面任意取点，然后事件 A 呢？事件 A 对应于这个点啊，落在 D 内的某一个区域 A。OK， 像区域这个是 D 吧？假设是，那就样本空间吧。这个是样本空间吧。事件 A 对应于这个点落在样本空间当中的某一个区域 A， 区域 A， 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这个 A 的度量，这个用这个吧，错了啊，比上什么呢？比上这个，这个错了啊。好，这个等于什么呢？这个等于 A 的度量比上什么呢？比上我们这个样本空间的什么呢？样本空间的度量。OK，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几何概型来说，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它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MA。A 这个区域 A 的度量比上什么呢？我这个样本空间的这个度量。 OK， 好，我们讲完这个再休息好吧。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记住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几何概型来说，事件 A 发生的这个概率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A 它的这个度量比上什么呢？比上我这个样本空间的这个度量。 OK，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好，这个例子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会面问题，就是一个 dating problem， 就是约会问题。OK， 约会问题啊。好，假设我这里有甲乙两个人，他们约定什么呢？约定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之间呢，在某个地方会面，然后先到的这个人呢，等一个小时后他就会离开，然后假设两个人在这段时间内的每一个时刻到达，他都什么呢？都是等可能的，而且什么呢？两个人的到达时间是相互之间不影响的，那这个时候他要你求什么呢？求两个人会面成功的概率，能会面的这个概率，这就是会面成功嘛，对吧？能够见到面的这个概率。好，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它会不会就是一个古典概型呢？两个人会面，会面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到五点，对吧？然后先到的这个人会等后到这个人一个小时，对吧？一个小时他就会什么？他就会离开。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怎么解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图啊，首先我画这样的一个图。这样的一个图表什么含义呢？这个时候这个零是表什么呢？表是十二点，这个五呢是表下午的五点，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十七点。OK， 这个零是表示的是十二点。
这个五表是什么呢？表示是时间。OK， 好，我以 x 跟 y 分别表示甲乙两个人到达的时刻。我用这个 x y 啊，表示甲乙两个人什么呢？分别到达的时刻，这个是可以的吧？对吧？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x 可能什么取变0到5这里面的任意的一个值，对吧？对吧？是这个点不是的，对吧？然后 y 呢也应该是取0到5当中的任意的一个值，对吧？ OK， 好，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单位是什么呢？单位 x 跟 y 的单位是小时。OK， 这个什么一小时、两小时，对吧？所以说这个对应的就是什么？对应的就是十。二的话对应的是多少？二的话就对应的是14点，对吧 ？OK， 这个时候是用的小时啊。好，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啊，x 跟 y 到达你两个人去约会嘛，对吧？你两个人约会，那当然。x 跟 y 它必须要在什么，在这个区域内到达吧，对不对？是不是啊？假设你看啊，假设我跟你去约会，对吧？我们两个约会，我们 约定是在12点钟到5点钟之间会面，那就是我们肯定会在什么，在12点跟5点之间到嘛，对吧？对不对？你不可能在6点钟到，6点钟那这个约会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是不是？对吧？我们两个约定是在这个时间内到，当然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内到，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你要守时，对吧？约会我要守时，对吧？对不对？但是我不可能到了以后我等你5个小时吧，我等你6个小时嘛，对吧？我最多就什么？你像如果是一个男女两个人约会的话，那这个女生不可能等这个男生等2个小时嘛，对吧？是不是？是不是啊？如果情侣约会，如果是一对情侣 ，a boy and a girl, right? If they have a dating, the girl.It is impossible that the girl waiting for the boy for 1 hour, right? But the canvas may be hers, right?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 ，x 跟 y 到达的所有的可能性应该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取值吧？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我用 x 跟 y 表示甲乙两个人到达的时刻，那这个时候的话 ，x 它是大于等于零到小于等于五 ，y 也是大于等于零小于等于五，对吧？对不对？好，如果我用 m 表示什么呢 ？m 写错了啊 ，m 等于 x y， 那这个时候点 m 落在图中阴影部分，对吧？点 m 必须要什么？落在这个阴影部分，对吧？这个阴影部分是我们这个点 m 所有可能的取值，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所有的点就构成什么呢？构成一个正方形，对吧？也就是说什么呢？我这个时候我会有无穷多个结果。好，由于每一个人在任意时刻到达都是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所以落在这个正方形内各个点都什么呢？都是等可能的，对吧？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刻到达的可能性跟在这个时刻到达的可能性什么呢？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是这个点，对吧？对不对？他们在每一个点到达的这个时刻都什么呢？都是等可能的，对吧？ Are you OK? Are you OK?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首先第一个，我这个样本空间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样本空间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样本空间就应该什么呢？就应该是 x 跟 y零小于等于 xy， 小于等于什么？小于等于五。这是我们甲乙两个人到达什么？到达时刻的所有可能性，对吧？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几何区域，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什么呢？这个时刻到达的可能性跟这个时刻到达的可能性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个试验约会这个问题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几何概型，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由这个分析我就可以知道这个试验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几何概型。它是一个几何概型，对吧？好，它是一个几何概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怎么来求他们两个约会成功的这个事件，对吧？好，你要他们约会成功，这个时候你要他们约会成功的这个时候 x 减 y 它就应该什么呢，是不是小于等于1啊？ x 减 y 是不是小于等于1啊？是不是小于等于一？是不是小于等于一啊？先到，因为先到的人最多等后到的人一个小时嘛，对吧？是不是？所以他们两个时间差应该要什么呢？小于等于一，对吧？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一点钟到，那这个时候这个乙就必须要什么呢？在两点前到吧。是不是？他可以，他这个你看啊，如果 x 他取一，这个时候这个 y 呢 ？y 应该是他可以什么？他可以从12点取到什么2点，对吧？对不对？如果 y 是取的是12点到1点，说明什么呢？说明 y 先到，对吧？如果 y 是取1点到2点呢？说明这个 y 什么？是后到，或者说同时到的，对吧？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他们两个会面成功，那这个时候 x 跟 y 它的绝对值的差就应该什么，小于等于一，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事件 A 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会面成功这样的一个事件，对吧？对不对？你要会面成功，这个时候 x 跟 y 到达时间差就应该什么呢？小于等于一。OK， 好。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知道两个人会面成功的这个事件 A， 它就应该是 x 减 y 小于等于一，对吧？那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区域把它什么画出来，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几何概型，所以最后的话你要算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这个事件 A 它的度量，它的度量当然是一个面积嘛，就是一个面积，对吧？比上什么呢，比上这个它的度量，也就是什么呢，这个也就是 area 面积，对吧？对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要什么呢，我要把这个 A 它的这个区域画出来，这个区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域，黄色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怎么画的呢，这个区域怎么画，你要画这个区域，你要画这个区域啊，这个时候我先画什么呢，第一步我先来画什么呢，先来画 X 减 Y绝对值等于一，这个区域 先把这个什么呢，先把这个边界线把它画出来，这是一个区域嘛，因为它会有一个边界，对吧？它会有一个有一个 body line， 有一个 body line， alright， body line 有一个边界，我先把这边界画出来，它的边界是什么呢，它的边界就是什么呢，它的边界就是这两个线，一个是 y 等于x 加上一，还有一条线什么呢 ？y 等于 x 减去一，这个是边界。边界线，对吧？边界线实际上就是这条线啊，这个什么呢？这条线就是什么呢？这条线就是我们的 y 等于 x 减去一。这条线呢，这条线就是什么呢，就是 y 等于 x 加上一，这条线 OK。 好，我们要判断这个区域，我们要判断这个区域在哪个地方，我要判断这个区域到底是
这边的区域还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域，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呢？这个时候我在这个中间这个区域取一个点，取一个点，然后看这个点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我在这个地方取一个点，如果这个点它是满足这个条件，这个时候我就认为什么呢？认为我们这个区域就什么呢？就这两条线所夹的这个区域。OK， 好，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取一个点，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取一个点，很简单，这个点我可以取什么呢？可以取，我甚至可以取这个点啊，这个点是一一吧，是不是？是不是一一啊？是。好，一一这个点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通过这样的判断，我就可以确定什么呢？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对应着的这个区域。OK， 所以你要把这个区域画出来，第一步我先把什么呢？先把这个边界线画出来，对吧？画完边界线以后，我在这个边界两条边界线中间取一个点，如果这个点满足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条件，这个时候我就认为这个区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边界点两个边界线所夹的这个区域。 OK， 好，所以很显然我们这个区域 A 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区域 A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部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区域 A， 这个就是我们的区域 A。好，你把这个区域 A 画出来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求这个面积了，对吧？求这个面积，对吧？这个面积等于什么呢？这个面积等于这个总的面积，对吧？减去什么？减去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跟再减去什么？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对吧？对吧？好，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不是相等的？是不是相等的？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不是相等的？你看这个宽度是什么？这个宽度是四，这个长度也是什么？也应该是四吧？因为什么？这条线的斜率是什么？等于一的嘛？斜率等于一嘛？这个是45度，这个是45度嘛？对吧？就这个边跟这个边什么相等嘛？类似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吧？这个是4×4吧？对吧？所以最后你算出这个面积等于什么呢？等于总的面积，总的面积是5×5，对吧？5×5减去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对吧？对吧？我们现在有两个，对吧？两个，然后再什么？再比上什么？我们这个 sample space 的这个什么面积嘛，对吧？所以算出等于什么呢？等于9/25。也就是说，如果先到者只等后到者一个小时，对吧？这个时候他们约会成功的面积你看是9/25，9/25还不到一半嘛，还不到1/2，对吧？对不对？好，反过来其实你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要使得他们约会成功的概率等于1/2，那这个时候先到者必须要等后到者多久？就是说如果要使得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大于等于1/2，那他们成功的机会大于一半，对吧？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求 m 满足什么呢？满足 x 减 y 小于等于 m。就是说先到者必须要等候到至少要等候到的多久才能够使得什么呢？使得他们两个会面成功的概率大于等于1/2。这个作为一个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说如果要使得两个人会面成功的概率大于等于1/2，这个时候先到者必须要等候到者多久，这个 m 就是等的时间， m 就是等的时间。waiting time
OK， 好，这个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啊，可以去算一算，应该很容易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对吧？应该是很容易去算的啊。实际上，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容易算的，怎么算？你看啊，这个不是，这个是一，对吧？这个是一就是什么呢？就是先到这等后到这时间嘛，这个是一嘛，不超过一嘛，对吧？如果不超过 m 呢？这个时候这个就是 m 嘛，对不对？如果你假设是 m 嘛，假设 m 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应该是 m， 这个地方呢？那这个时候你这个 border 呢，应该是这样上去，应该是这样上去的，对吧？这个地方也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 m， 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 border 呢 ，right？边界线，对吧？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什么？这个必须就是什么？就是相当于两个人他等待时间不超过什么？不超过 m 嘛，对吧？对，不超过 m，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m 把它什么算出来。当这个 m 越大的时候，实际上我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就会什么越大嘛，对吧？就会，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最小的这个 m 把它什么算出来 ，OK。好，这个大家可以去算一算啊，算一算，至少要等待最少等待多少 ？OK，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好，我们还有一个结论啊，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讲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好，我问大家啊，必然事件发生的概率等于多少？必然事件怎么定义？就是每一次事件，这个事件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对吧？我们说的必然事件就是样本空间嘛，是不是？必然事件，什么叫做必然事件啊？什么叫做必然事件？必然事件就是每一次事件，这个事件都发生的事件，对吧？对吧？也就是说，每一次事件结果都属于这个事件，对吧？对不对？我们说过，对吧？那这个时候，必然事件发生的概率等于多少啊？必然事件发生的概率等于多少？必然事件发生的概率等于多少？必然事件发生的概率等于一吧，对不对？都忘记了。必然事件就是什么？每一次事件中都必然发生的事件嘛，对吧？然后不可能事件是什么？每一次事件当中都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对吧？对不对？而且我们证明了什么呢？必然事件就是我们的什么样本空间，对吧？对不对？然后不可能事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空集，它里面不含有任何元素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必然事件来说，或者说对于样本空间来说，它发生的概率什么是等于一，对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会有什么呢？对于这个样本空间来说，它发生的概率什么呢？是等于一的，对吧？好，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假设 A 是一个事件，假设 A 是一个事件啊，好 ，D
并且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等于一，这个时候啊，我问你，是不是等于我们的样本空间？我们知道，如果 A 是等于样本空间，这个时候这个概率是等于一的，对吧？对不对？反过来，如果我有一个事件，它的概率等于一，这个时候 A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样本空间？错的。A 是不等于，我们不一定等于我们的样本空间的，不一定。OK， 不一定。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个，我们还是可以看刚才那个例子啊。它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看这个问题啊。好，这个时候我考虑一个什么呢？考虑一个事件 B。事件 B 表示什么呢？事件 B 表示这个甲乙两人同时到达的时候，相当于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x 要等于 y 啊？是不是？这个事件你要表出来，是不是就是 x 等于 y 啊？ x 表示甲到达时间嘛， y 是表示乙到达时间嘛，对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图上表示应该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条线呢？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条线啊？是不是这样的一条线啊？这条线是不是就是 x 等于 y 啊？是不是？好，我们知道啊，到这个时候你这个事件 A 发生的概率，事件 B 发生的概率等于什么？等于我们的 B 的面积比上什么？我们这个样本空间的面积，对吧？这个是我们的样本空间，对吧？对不对？好，一条线的面积等于多少啊？ The area of a line， 一条线的面积是多少？零。怎么证明？一条线的面积应该等于多少？是不是一条直线的面积是不是等于零呢？一条直线的面积是不是等于零？怎么证明呢？你看啊，这是一条直线，对吧？对吧？我要算它的面积，这个时候我先什么？我先找一个什么？找一个正方形，找个长方形，把它框住，可以吧？这个高度什么呢？高度是 h， 假设是我们的 l 啊，这个线是 l， 对吧？好，这个长度呢 ？l 的长度我假设什么呢？假设是小 l， 可以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这个 area。L 应该小于等于什么呢？小 L 乘上什么？乘上 H 的，对吧？是不是？好，我把这个长方形压缩，可以吧？我压缩，我把这个长度压缩什么呢？压缩成二分之 H， 可以吧？可以吧？这个时候我这个是不是小于等于二分之 H L H 啊？是不是？好，我再把什么？再压缩，可以吧？我再压缩成什么呢？压缩成 nh 可以吧？可不可以啊？可以吗？我压缩成 nh， 这个时候就是小于 nh， 对吧？好，我继续压缩，我让这个 n 趋近于无穷大，这个时候这一项是不是趋近于零呢？是不是就趋近于零呢？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时候证明了什么呢？一条直线它的这个面积什么呢？应该什么呢？应该是趋近于零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直线的这个面积什么呢？它就应该是趋近于零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概率应该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等于零呢？这个等于零嘛，对吧？好，这个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啊，那这个时候我要的空间叉掉 b， 这个概率，我算一下这个概率，对吧？这个概率等于多少啊？这个概率是不是因为它是它的一个子集吧？是不是？它是它的一个子集，那这个时候它们的叉的概率等于什么？因为它的概率等于什么？等于它的概率吧，这个是我们有我们前面讲过的概率的第三条性质，对吧？对吧？啊，这个等于什么呢？这个是不是等于一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是等于一，对吧？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不等于我们的样本空间呢？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好了。那这个肯定是不一定成立的吧，不一定成立的吧，对吧？虽然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等于一，但是什么，这个事件它并不一定什么是我们的样本空间，样本空间，对吧？好，反过来我们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啊。第二个结论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空集的概率是什么，它是等于零的，对吧？对不对？好，反过来，如果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是等于零，这个时候我这个不能够，这个时候我不能够推出这个 A 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的 empty set， 就是不可能事件，对吧？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你说了，对吧？这个 B 事件发生的概率什么是等于零的，对吧？但是什么呢？这个 B 它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空事件，对吧？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含义的，对吧 ？OK， 好，这两个结论大家一定要，这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两个结论一定要知道，很多人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就认为什么呢？概率唯一的事件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样本空间，这个是错的啊。This is wrong. OK， 好，have a rest， 休息一下吧。OK， 把这个关一下。